好久不见。他都已经完全都没有声音好多天了，他。好久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讲没有几句话就飞了，多晕了。我以为你是失声了，讲清楚啊！你好，你好，嗯，我是新朋友，叫纯纯，是吧？跟你一起过来了，我们一起，我们跟上次姐妹一起过来的。哎，你休息一下，赶紧去休息一下。你看这边，还有那边那就是你，嗯，我们那边在，该走要不，这样是。好不好吃？甜不甜？甜不甜啊？有点害羞，有点巴桑。甜不甜？懵懵的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个镜头可以啊！我的天哪！你要跟我比的话，你就白了。我还好吧，我俩的肤色是一个。我的比你那个还要黑。对，相对来说还是黑一点。拿点尝一下啊。看起来就很有食欲，这是金黄芒，金黄芒熟了，好吃。金黄芒的话是没有纤维，而且果肉非常细腻爽滑，好吃，吃起来很像布丁，小香香，很糯，真的是。等一下啊，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。金黄芒一号链接，我建议大家。把你冻服带过来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耶！那个牙齿变白了没？谢谢你有，够你选择。我那时候你都没有跟我讲，我那时候你都没有跟我讲，完了之后我忘记给你说怎么用了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。娜娜，知道啊，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呢？娜娜是吧？没有，整天在连麦呢，连过麦，连麦，麦的声音都全部。全部都哑掉了，真的，全部都哑掉了。你看，秋子姐他们来了，还有十三妹他们、娜娜他们都来了。Hello， 你们还好辛苦哦。爱的朋友啊，秋子姐他们也过来支援我们了。对，秋子还有娜娜，还有十三妹都过来了。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。上一箱吃差不多，今天拍一箱八斤装，味道不错，很甜，就是包装太差，没办法送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位朋友，你可以如果说有问题联系一下我们客服。哎呀，你上，对，有直接就可以吃了，你吃一个就知道了。生吃都是甜的，你吃，生吃都是甜的，你吃。对，酸不酸？是不是甜？是不是甜的？连梨汁都是甜的。真的有。对。我以为很涩，没有。没有，这个不会的。起码那这个也生吃都是甜的。蘸点辣椒粉，我觉得。对，蘸点辣椒粉。哎，这么好吃，对吧？我们这样肯定很多人都不相信，他说我信你个鬼。啊？酸，酸不酸？不酸啊。看很多人吃就知道不酸。很多人看我们的视频之后，他们都不相信，他说我信你个鬼，芒果酸不酸？一点都不会酸。这个酸辣椒粉，真的。加头酸，加头酸吗？加肉 baby。我不嫌弃你。真的。一点都不酸，还是有点像吃那个青鸭头哥那边的。鸭头哥，文涛，快来吃饭。多少斤？有三斤，有八斤的。鸭头哥，你又翻我鸽子！哎呦！鸭头哥那边卡，好像。鸭头哥连麦了。听不清楚。毛毛毛的感觉，但是没有点毛毛的感觉。让你来，鸭头哥。我以为我以为他说他肚子饿了，要吃芒果。我去敲。我们用那个东西碾，或者是炸嘛。药房有啊。我不能说话了，我说话真的是晕。药房专门有那种碾碎的啊，他没去。你用说话就晕。不知道。血供不上来，估计是。因为说话你有很大力气才能说。对。说了你几句话，他说没有两句就缺氧了。你在这里讲的话，你不大声的话根本是不行。小六哥，拿点资料来看一下。太专业了。这个公母的区分怎么分？
冬的比较香，主要是以果核，哦，它这个熟就软了。对，它冬的果核的。冬的没胚胎的果核就不好。母的呢？母的有胚胎的果核就稍微厚一点。哦，我的语气高高的，嗯，又不一样嘞。肯定不一样，不一样了。你要没有不要吃的话，真的肯定。真的，它那个味道肯定没有熟的那么好吃的。就是说，有的人也会吃生的，有的果农啊，累了辛苦了，他就摘个生啃一啃，值得。嗯，哇，你继续想想。好认真的接。对啊，这碗白汤搞的。哦，搞得我都要等。还要不要吃芒果？你们那个车是你们从那边开过来的吗？对啊，是你们吗？太光火了。11个小时说慢的，他8个小时就到了。不要，那是因为小康失了的原因。不是因为他那个车有小问题。啊。但是我们还好，我们这一次过来的时候是开了一辆手动挡的，所有5个司机只有1个会开。刚才在传染了，谢谢。那我截图给你看了。这还是酸一点，对的。我多少钱买的？14块多，38斤吗？优惠券25块，送到家。三种芒果呢？谢谢。拍一号链接，辛苦了。有3斤装，有8斤装。你们长途跋涉来了才辛苦。因为我的家人都睡过来了。一样的。有多少公里啊？8斤左右吧，500公里。8斤大概是。我们上来400多公里。3到5个左右，然后那是我算错了吗？然后这里也占用了，我们呢就，叫村长先带他们回住的地方去歇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做饭吃。小六，你先休息一下。我还要播，他们还是要轮流。你们先回去啊。走了。